像也不太难找啊，这就到了。刚才我在提款机那儿找了取了200块钱，给我吓一跳，我他妈一摁他那个请你取选择取的额度，第一行他妈是2000，我一算呢，那我取3000多块钱干啥呀，我操。后来我调到最小的额度，最小的额度好像还是500，后来我合计我还是自己输入一个额度吧，取了200块钱，200块钱合人民币就300块钱呗。这还有一个，他那提款机啊，我估计手续费不能低，我一会儿给查一下，我到底扣了多少钱。我估计我取300块钱，他给收我他妈50块钱手续费。哎，这绿灯了，赶紧过。